答应粉丝录的步进电机安装校准视频来了，赶紧点赞收藏。好，第一步，首先松开旋转曲柄固定螺丝。第二步，开机使电机恢复灵位。欢迎使用智能缝纫机。第三步，调整与这个切线轴左右居中位置，就这里要让它在居中对直，这里是不能够有间隙。好，调好以后，接下来调整剪线曲柄在最高位置，就下面不能有间隙，在这个手给它顶住按住，再旋紧曲柄轴固定螺丝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第四步，调整台压角拉杆和连杆的间隙，先看这个间隙，正常间隙是1毫米，螺丝过大和过小可以松开这个螺丝来调整，调整好以后再把螺丝上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实用技术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